兴菜了，哈，兴菜。你看那个怎么种菜的哈，人走的是那个比较高的地方，那个狭长的一条小路呢，然后中间的土地宽松，跟灌溉弄得很湿啊，种子要撒得很挤啊，很拥挤，密密麻麻的，然后慢慢的长大的先摘掉。拔掉，然后小的会继续长大的。你看，还有呢，过去还有很大一大片的，刚好几分地都种菜的，都在那个月经港河道的旁边。古代就是靠那个河水来灌溉的，种菜的。